块完整的地砖都没剩下，这幻境可真牛逼。所以哈梅尔是死了吗？那个九号机关的阿姨说过，要破坏黑环必须杀死哈梅尔，现在黑环已经没了。我还挺喜欢那个白色的漂亮姐姐的。局长，在最后的战斗里你说过她是海，不是真正的哈梅尔，你为什么这么认为？她孤身一人徘徊到这里，渴望陪伴，渴望被爱。她靠自己一点一点积蓄力量，靠自己绽放了黑环，不觉得很伟大吗？然而有人一直在妨碍他。在嘉年华最疯狂的时候，天上泛起红光，人们狂欢着，厮打着。我看着自己的身体逐渐扭曲，我以为一切要在疯狂中结束时，哈梅尔他来可B2004的力量源自一个灾厄级禁闭者的崩坏，这里呢？如果真正的哈梅尔在黑环爆发后才进入这里，那最早给B2001提供精神污染的人是谁？难道是他们？那些擎天撑伞、穿雨衣自燃的变态？局长，我们回去再想吧。您拼尽全力破坏了黑环，已经实现自己的承诺了。看，有人来接我们了。哎呀，这一次是真的快。今年黑环真的结束了，持续了23年。却在你进入恐怖的幻境就被消灭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哪有这么轻松？你就能过了一辈子是吗？不，你确实破坏了黑环。第二次，这已不再是巧合。我们必须进行彻底分析，为黑环的战斗策略有希望迎来重大更新。总部希望你尽快返回，详述行动的每个细节。你拥有未知而强大的力量，FAC 必须时刻保持警惕，
这是我们的责任。但总部从未想过对你做出任何过激处置。另外，这次地方危机最高达到 S 加品级，但 F 一线没有任何人员伤亡。虽然每个队员都做好为城邦牺牲的觉悟，但我仍要代表自己，代表每一个驻守在此的队员，还有所有人的亲属，向您致以最高的敬意。接下来的事交给我们。B201已经不再污染秀河了，我们会清理残留的一切。你带来了结束黑船的希望，终有一天，秀河也能恢复生机。好久不见，局长。很高兴看到您平安无事。没有，全部解决了。不会再有审查，也不再有刁难。您可以随时复职，也可以按您希望的享受一段假期。我不会再让人为难你，这才是我该做的。我还要向您道歉，我没有相信您的决定，擅自对局面做出错误判断，不止这一次，谈判也一样。您不信任我也是应该的，是我没做到全力支持您的一切。事实证明，您是对的。您选择了正确的道路，有能力，也有决心推进到底。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发生了。无论您做任何选择，我都不会质疑。MBCC。会全力支持您的一切。明白。做得不错，新人。是的，就是这么巧。我也想到你了。是的，我从一开始就看好你的提案，这次行动不会有问题，你一定会立功的。所以我已经回去喝庆功酒了，祝贺你。没办法，特务很忙的，要解决叛徒，要清扫黑暗，那些阴沟里的老鼠也已经开始行动了。顺便一提，你和你的 MBCC 已经正式转到第九机关手下，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直属上司。抓紧最后的闲暇，以后的工作可不会轻松哦。我会协调这件事的，只要您不愿意，就算是那个女人也不能强迫你。我们先离开这里吧，即使黑环破碎， B2001 残留的污染也还在，还需要漫长的清理工作。请说。很遗憾 ，FAC 已经完成环区检索。这个废墟里，您是最后，也是唯一找到的生还者。为了找到您，已经展开最高级别搜查，但这里没有幸存者，连活动中的死翼都不存在，全部消失了。否则，我们不可能这么容易到达您身边。
我们也无法解释。事实上，这次危机的评级已达 S 加，预估最高风险超过奇兰广场事件。FAC 已经紧急调派防御部队封锁整个秀河，做好黑环结束、数万死意失去控制、冲击秀河及两岸城区的准备。可这种事并没有发生，没有死意暴走，也没有人牺牲。我们还在推测，是不是您做了什么？